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battle 环节。我先试一下啊。好，您确认不需要个垫子吗？您到时候万一趴下了呢？我们可以先跪，我们先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扶着他的腰。张老师，您来一个标准的。啊。哇！接下来两队要进行的 battle， 掌声有请张文艺老师。丁老师，哇！漂亮，组合拳。漂亮！赵局长现在还能站着是个奇迹，按道理现在赵局长应该倒在地上了。现在加大他们的难度，给两队的操控者蒙上眼睛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计时开始！哇！现在张文艺老师完全不知道娃娃在哪儿，只能根据队员给他的提示，告诉他上他就上，告诉他下他就下。丁海峰老师现在已经采用了虾米攻击法，不停地在蠕动。两位老师现在就差用牙咬了。更多精彩看点，8月12日海信手机 battle 好身材等你来。